再去看那个贴纸，然后再贴着，好贴着，然后拍，拍，拍，走，拍，拍，走，拍，这样知道吗？贴，这个贴，拍，啊，拍，拍。重，就练这个感觉，啊，不要出力，不要出很多力，拍，等一下，我这手先走，好了，那这手，拍，是交叉的，是的，啊，还有一点，交叉，再拍，再交叉，再拍，交叉，再拍，先学这个，因为你都没办法破人家的门，你可能进去也没问题，打也没问题，真的没人打。处理不了你这样子，你就从这里开始，勾勾着，勾着，可以这样勾着，这个就是立掌，这个阴掌，立掌阴掌跟立掌，好，立掌，好，拍，拍，我起来，拍到，拍起来 ，kiss， 拍到了没？拍到了，好，就练这个。先感觉以后能握人家的手，进去才会稳赢，这样会吗？啊，轻轻的做，去感觉他的力量，拍，他的力量在好，拍，拍在这里，这样好了，可以了，他在这里两个都控制了。我顺他的力有没有？我没有跟他用偏，他大我队友，大队友贴这里贴住，好，拉下来。这样就拍到了，你过这个手，臂展过，谁在外谁在内都无所谓，挡那一挡外都无所谓，就是看谁要先拍，拍，拍，好，拍，拍，拍，又中了，又拍，又中了，又拍，又中了，有没有？可以吗？那当然，以后我们拍到的那就是要很美啊，现在是先感觉，先感觉。不要拍到，拍，拍，看我当然是，我当然是八卦的，张口就出来了，瞎就要出来了，那是拍到而已，他并不标准，但是让你拍到，会处理了以后，动作当然是越标准越漂亮，这样懂吗？再把练的东西加上去，对哈、哦，那姐姐有问题啊，好来面对面。